说不定有看到。天哪，还没结束、啊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好吃。怎么大家都吃的不理我了？张念仔，你吃太多了。你有没有吃太多，张念仔？你要留一点给爸爸哈。张小安，你今天点什么口味？真的，啊 ，Sophie 的嘞，我只好奇说你们吃的跟我们不一样。啊，我也喜欢吃那个，好像鲑鱼卵那个，红色这个我很喜欢吃那种。张俊成也喜欢。现在呢？现在吃什么？哎，你也是点那个。你们应该点不一样 share 的，对吧 ？Whatever 好吃。好，很好。啊，这边的大人什么就只有一份，这样老板会生气哦。想说奇怪，我们来进来这么多人，结果就只有点这样而已，这样不行哦。一定你没有多装一些才对，要不然我们会被赶出去。